其实啊，我根本就没化妆，只不过偷偷用了这个粉底液养肤的。那我这样子给你们试一下，挤点在脸上，感觉很滋润啊，给它点开就可以了。然后咱们拿一个半干半湿的粉扑啊，一定要半干半湿，就这么的拍开，很滋润，特别细腻，这妆感啊，简直了，不要让人太喜欢了。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脸，看到没有？脸上我是痘印斑点的，修饰的挺好的啊。再看一下我这一块，两张脸的一个对比，你看我额头这里还有点毛孔是吧？咱们给它来上，轻轻的照上啊，给它拍匀就行啊，就这么叠，老方便了。它的妆感真的是自然又不假白，主要是它老服帖，特别适合咱们这种秋冬天，特别干燥的天气用上去就特别的舒服啊，简直不要太漂亮了。我们这边也给它上一上啊，像我们这种出门赶时间啊又比较着急的人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哎，整个人它就跟化了妆似的，这小脸啊特别亮透，给它按完就行了。两上下瞅瞅是吧，这小脸清透又自然，对不对啊？太漂亮，这妆感真的很喜欢它啊。我知道有人还不相信我是实拍啊，没关系，拿着手机啊给你打一下，那瞅瞅没有变形吧，没有加美颜，没有加滤镜，甚至连剪辑都没有。咱们最后啊，就铺完之后大概等个几秒钟吧，给它轻轻的上这蜜粉，这蜜粉他家送我的，你看摁完这脸，它更光滑了，有种柔柔的雾面感是吧。然后咱们吃火锅啊，你怎么摸它蹭它就不容易掉了，贼方便。我没试过的朋友这个真的可以去试一下。